其實上到台咧，個個都會驚嘅。就算我自己身經百戰，咁突然間一出嚟望住咁多人望住自己，咁都有怯一怯嘅感覺嘅。咁我諗，參選咧盡量 relax 咯。即係雖然都係一個比賽，咁將自己最好最靚嗰面 show 出嚟得啦。咁但係咧，以一個平常心，同埋真係好似當參加緊一個遊戲去玩，唔好即係對於個得失自在得咁緊要啦。咁我諗你上到台咧，自然就會好輕鬆，會 enjoy。因為其實得過一次機會，咁你過後你諗翻係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嚟嘅。咁所以最緊要係盡量令自己投入去玩得開心啲咯。